时光机爽吃一波，吃什么多少钱在哪？来吃新竹的成都冒菜有辣，这次点成都香辣冒菜和骨汤麻酱冒菜。成都香辣冒菜这次选猪肉幼稚园小辣，汤头很香，小辣满腔辣，爱吃辣的人会很爱，一直有人被呛到咳嗽。骨汤麻酱冒菜这次选蔬菜不辣，麻酱味很香，汤头顺口，分量刚好不多，配菜顺口。主餐在150到240元间，吃吧冰粉在70到75元。冰粉卖完了，这次没吃到，看起来超好吃，下次继续努力。这边看菜单、地址、电话、营业时间，更多美食看精选。时光机爽吃一波。